终于要对小伯伯赞助的这款鲱鱼罐头下口了。哇，鼓起来了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！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裂开或者是漏气的痕迹，如果有的话，那就全剧终了哈。嗯，闻起来好像闻不出什么味道，还行，虽然鼓鼓的，但是一点都没有漏。OK， 那我就放心了，开始开吧。这楼顶实在是太热了，我们直接开动吧。还是扣住这个边，然后扭，可以了，哎，可以了。听到声音没有？开始冒气了。哎呀，哎，还是挺好扭的。哇，闻到了，闻到了。哇，真的是很臭啊！那个气直接冲到鼻子里面来了，就好像一股浓缩榴莲直接喷上来。就马上跑走了。OK， 打开了。噔噔噔噔。哇，我现在知道能够理解这个味道为什么说这么呛了。哇、哦。真的很臭啊，还好我是出来外面这里开啊，不然这个味道真的是能够把我整个房间都给熏没。垫一点纸吧，等一下擦桌子都麻烦。哎，我的这一款好像品相还挺好，哇，上面还漂浮着一些小浮沫，哇，这个味道真的是好呛啊，很像那个下水道的深层腐烂的鱼。没错没错，腐烂的鱼。哇，这个有够肥的呀。打开肚子看一下，这个肚子怎么这么多这种小颗粒啊，跟多春鱼一样的。我的这个好多这个蛋蛋，好臭啊。我已经准备好这个碗了，实在受不了我就把它吐掉。就我看过张一山老哥他吃的好像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我就觉得应该问题不大。现在我闻起来，刚开始闻的时候真的是很令人作呕，我现在闻习惯了就会有一种错觉，就觉得哎，就是这样的味道，蛋白质嘛，是吧？哎，算了算了，还是这条吧。现在招来了很多苍蝇，不知道刚才你们有没有看见？开动吧！啊！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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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变身！哇！好，好，好咸啊！啊！啊！太咸了！我现在完全不敢咽下去，我感觉咽下去整个喉咙就……哇，真的不敢咽下去。哎呀，我眼泪都流出来了，我的天哪！我觉得正常的第一口真的是吃不太下去，太咸了。但是它这个咸味啊，它会让你盖住很大很大的这个臭味。我现在嘴巴是麻的，我需要去搞点水喝一下，实在有点恐怖。真的是没有感觉太臭，就是很咸很咸，所以我去打了一碗饭来，就着饭吃可能会好一点。来这个吧，这条质量感觉可以。哎呀，把它打开，哇，里面的这个肉还是鲜红鲜红的，我们就把这个骨头直接挑出来先，放到这碗里。鲱鱼罐头包饭。天哪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一定要吃下去，一定要吃下去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来吧，呼啊，嗯，好咸啊，好咸啊！失败了，我的天哪，真的太咸了，我其实已经吞了一口下去，但是卡到喉咙那一大块又把我整一个都出来了。感觉今天差不多要下雨了，赶紧吧。哇，还是有点长啊，这条直接吃咽下去，然后马上吃饭，然后马上加这个拌饭酱，然后马上再塞一口饭去就完成了。 Go！ 好甜啊，咽下去啊，成功了啊，咽下去啊，
喝一口益力多洗洗胃。好了，算是挑战成功了。哎呀，不过这也没什么可挑战的，我已经可以驾驭这个鲱鱼罐头了。然后当你能够真正的吃下第一口去之后，其实你已经无所畏惧了。再来一条吧。哎呀，不能再吃了，感觉会拉肚子啊。但是我不吃的话，又是谁吃呢？能够转发分享一下就更棒棒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。像现在让我吃随随便便吃一个小小块的，问题不大，非常不大，它就是咸嘛，我小小块的拌拌吃就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小小块，没问题是吧？就像是你拿一杯盐把舌头扎进那个盐堆里面去的感受一样。我现在打出来的嗝都是鲱鱼罐头的味道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我这两天不要拉肚子吧。你是不是想吃呢？啾啾，你是不是想吃呢？丢丢，你是不是也想吃呢？感觉那边可能要下大暴雨了。